哎呦，老三，你们这烤饼都这么烤吗？不过说真的啊，人家别人烤饼都是用火烤，你这用太阳烤，这整的我还以为天上掉馅饼了呢。今天来河边遛弯，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幕。看到这里啊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嘿嘿，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你瞅瞅，嘿嘿，这牌位都供上了。这结婚啊，原本是个喜庆的事儿，看新娘，闹新郎。不过这位兄弟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你拿个砖头，这是真正的吗？老三，我看你这腿啊，好的也差不多了，我用电锯给你锯开。嘿嘿，如果不出意外啊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！如果要是真出意外，那我还得再躺三个月呢。兄弟，把铁棍给我，我就不信了。哼，我还怕他？我连手套我都不戴了，我要的就是这种刺激。大哥，你小心肝啊！你又不坐车，什么肝？